香港俾我印象咧就係好繁忙，但係今次嚟嘅感覺成個唔同曬。哇，很美啊！多少个圈你有看到吗？啊，那边好像很热闹喽，但是这真的很美。那边有一个手印哎，这个是宝矿。维多利亚港呢，被誉为是世界上的其中一个最美的海港哦。哇！好开心咯，可以尝试下坐嗰啲樟宝仔船啊。Cheers！视野非常之广阔，高高在上，吹住啲冷风。从来你未食过海胆嘅。最喜欢就是那个龙虾。呢啲咁样人手一只一只咁样做出嚟嘅嘢，自己做到几多几多咯。蛋烧卖啱啱新出嚟。你睇佢报有咩嘢出啦，你就去嗱嗱声，你中意食嘅就去攞啦。俾我叉烧包啦。Hello， 你有睇过节目？系啊，成日都睇你。点解会识嘅？系啊，好嘢，唔该唔该。乜嘢都用山水，啲菜攞山水種啦，連我頭先沖嗰啲茶咧，都係用山水嚟沖。海拔最高的一個點心茶，我覺得肯定是可能，因為現在我們在山頂啦。別穿。我諗住你行山可以見到發光冇得。我那個風會吹我走啦。它的霧來的時候啊，很美很美，這樣咯。我好中意大澳呢笪地方，所以我要翻翻嚟。然后也因为这整个聚落，你看，因为是在水上的嘛，所以也被称为呢香港的威尼斯。但要晒几耐到咧？都要三个月。三个月，真系值得尊重，因为呢啲手艺卖少见少。你都仲未顺手喎，我哋倾咁耐，我已经飙晒汗啦。因為大澳人咧對蝦跨醬係有啲感情喺度嘅，就你一食完之後，你會成日都諗住大澳啦。